上海星盾科技管管焊机 XD-20 瓦。 本视频为进口电源安装视频，接入固定卡口，防止焊枪线拉伤。接入电源线，接口按颜色匹配，并选紧。接入水冷接口，无需区分进出口。接入焊枪内循环压气接口，接入航空插头，并选紧。 插入12型航空插头，并选紧。接入压气接口，打开电源，焊机安装完成。